瞧病啊什么的，瞧病挂号方便吗？还可以，反正我没怎么去过医院。那真棒，那年轻人底子好。嗯，对，底儿确实，年轻的时候得注意锻炼，老了少受点罪。是。嗯，像你们是，到时候活动活动，对，这身体就好处。是，但是不是那活动也不能量太大吧？哎，对，别过量，什么都是一个度。哦，知道吗？嗯。你跟吃饭似的，吃饭不能吃十分饱，吃七分饱，真是，你锻炼也是，你不像运动员似的，运动员那是玩命了，过了，哦，过了，他们有的老路，过了，然后你过40岁、50岁以后，这个病那病就来了，是，他有超过人这个极限呢，哎呦，那你怎么举不起三百斤啊？他能举起来啊？真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很超极限了。当时您来讲，您年轻时候就不是去体校嘛？去体校来讲，您就肯定有一套您的饮食规律这一块。有什么养生的？那时候也没有那个什么，现在说是什么养生了啊？那时候哪能有什么谈什么养生啊？那现在呢？您看这一日三餐您都怎么吃？一日三餐早上喝点粥，喝点奶，吃个鸡蛋就行了。哦，那中午呢？中午您看要吃饱的话，那种程度也是七分饱吗？七分饱。嗯，晚饭更什么了？嗯，喝点粥。哦，再不行就吃一两什么烙饼啊，什么来两块饼干就齐了。哦，就别吃太饱。晚上更吃少了，要喝碗粥。哦，喝口酒，吃点菜就行了。哎呦，是。是，因为看您那身体保养不错，真是。